宝岛深恨大节目一直以来走访台湾民俗庙宇，定位鲜明又有创意，再现了地方人物民间信仰思想，也是最具生活趣味的民俗文化节目哦。生活风格类节目奖入围又得奖的是，恭喜宝岛深恨大，感谢众神护持，然后还有感谢，特地感谢白沙屯天德宫邱二王爷特地来到现场帮我们做加持。我时常在想，我们做这个节目到底要带给人们的是什么，在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，就是认同。观众对这个节目的认同，台湾人民对自己生长土地的认同，世界对华人民俗文化的认同，大家可以很骄傲的站在每一个民俗场域，绕境、进香、迎王、海巡、奏酒的现场，告诉你的外国朋友 ，This is our culture， 这就是咱台湾的文化。生活风格类节目奖入围又得奖的是，恭喜宝岛深恨大。走访台湾民俗庙宇，定位鲜明有创意，制作用心，呈现优美水文地景，也再现地方人物生景与民间信仰思想。主持及受访深入浅出，有亲和力也有趣味性，兼具在地特色及国际吸引力。恭喜宝岛深恨大。谢谢，今天终于不是代采的身份站在这个舞台上。首先我要来介绍我的团队，我们是华人民俗第一品牌，是什么？宝岛深恨大。谢谢。代采没有采到这一段哦，没有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要感谢文化部及金钟评审们的肯定，感谢众神护持，然后还有感谢，特地感谢白沙屯天德宫邱二王爷特地来到现场帮我们做加持。今天这个时刻代表的不只是宝岛深恨大幕前幕后所有人员的肯定，更是大家对台湾这块土地华人民俗文化的认同。撑住，不要抖。感谢三立集团张荣华董事长、高明慧总经理的支持，才能让宝岛深恨大这个节目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走下去。我时常在想，我们做这个节目到底要带给人们的是什么？在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，就是认同。观众对这个节目的认同，台湾人民对自己生长土地的认同，世界对华人民俗文化的认同，大家可以很骄傲的站在每一个民俗场域，绕境、进香、迎王、海巡、奏酒的现场，告诉你的外国朋友，This is our culture，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文化。再来，要感谢前人为这个节目打下良好的基础，才能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感谢首任的制作人 BB， 总监龙哥开始了这个节目，淑娟姐、孟黛姐一路的鞭策指导，宝岛深恨大能够得奖。好，我知道那个时间还有，我已经准备了100杯的星巴克。好，刚才后台有人说超时一秒钟就要星巴克。好，宝岛深恨大能够得奖，不只是全体宝岛深恨大幕前幕后人的荣耀，更是华人民俗在世界舞台被看见的重要时刻。也要感谢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劳，
及所有背后支持我们的家人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把最精彩的节目呈现给大家。同时也要谢谢这个团队，现打造金钟舞台的这个幕后团队，为我们打造这样子很棒的舞台，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。那最后我想应该还有时间，我想让我们的执行制作人来，阿刚，让你感谢一下，30秒，我用100杯星巴克帮你换。好，我其实是很激动的。我想讲的是说，我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，就好比我们当初带着团队，然后走到台湾最高的心脏，就是七彩湖一样，一路是很辛苦，可是结果很甘美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生活风格节目主持人奖，哎呦，得奖的是柯大宝，柯凯耀，宝岛神很大。要写好一首歌，无论是什么情境的内容，作者必须要用心专精所学，真情所感的领悟去真实呈现。感谢天顶奖神明，所有一切回来我的 IG 看，好不好？来，首先我们来一个欢呼，好不好？我画台湾，你画金哦，台湾金哦，台湾金哦，台湾台湾台湾金哦，金哦，金哦！谢谢，我是柯大宝，我是主唱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